自从苹果手机改用内嵌式触控面板之后，带动了触控面板技术需求快速提升。研调机构指出，今年 Incel 占整体的触控面板市占率达到 10.8%， Uncel 的市占率呢则是 12.5%， 看好在各厂积极导入之下，明年两者合计可望上看 24.9%。